杨桃姐妹们，我这个是19.9单斤，然后收到的是有六个啊，看它是这种泡沫箱，还加这个气柱袋发货的。收到呀，就是这种轻一些的，咱们就可以把它放一下，然后放到比较黄之后再吃，然后这样吃也可以。我这一箱是六个，就是三斤，就是5到8个左右。这个是我洗过的，咱们吃的时候要把它这个边边削掉啊，它这个边边是那个色边，就是你不削的话，吃的话会影响口感，会有点涩涩的。就这样就可以吃了，就可以像我这样把它给切成这种片片，就可以直接吃了。而且还有送这个酸梅粉，也可以撒在上面吃。杨桃就是一个汁水很多的水果，不酸啊。很好吃。